嗯，醒来，进来。这么早就起来了啊！你怎么把他弄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出事了吗？咱都知道吗？是吧？没地儿去了，我就给你弄家里来住，住一宿。他自己那么多大 house， 能没地儿住啊？有吧，都让查封了，哪儿还有大 house 住呢？啊，那帮人，你看拿的那什么借款合同是吧？都看见了，欠人那么多钱，我都替他着急。 你是没过脑子还是没脑子？哎呀，要不就给他找一酒店，让他住酒店也行。是啊，你哪怕找个酒店住，咱们出钱都行。外边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你说万一再让强制执行了啊？强制执行那是法律行为，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，又不是黑社会绑票。对对对，我是说，万一让那帮人再给发现堵那儿，逼着他要钱，逼出点什么事儿来，万一那些人摸着咱家门呢？这。 咱家是谁都想不到的地方，就你能想到，王大山能想到，真行！你喝晕了，喝大了，什么牙你都敢开。咱做人得知恩图报啊！前一段咱们家出事，人家趁手了，现在人出事了，咱袖手旁观合适吗？不行啊！再说了，这都大老爷们儿，我不能，是吧？ 那你就是打心眼里觉得这么做合适呗？合适吗？好像也不是特别合适啊，但也不是老在就一宿。这是一宿啊？啊。好，那咱说好了，就一宿。好。哥。 哪个浴巾是你的？是不是这白的？你别动，别乱动啊！白那是我媳妇儿的，我是那小熊的。哪个？小熊那个。哎，别动！我给你拿一个，我给你拿一个。咱二等公民用的都是人淘汰下来的，我都洗干净了，用吧。啊，行。行了，我店里去了啊。嗯。四儿，你中午想吃啥？我们给你送过来。 要不大哥我自己下去吃，吃完我再上来。哎，你对了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啊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那你慢点啊，大哥。哎，嗯。哎，哎，大哥，你别锁门啊！我不出去。你没事吧你？还挂黑胶呢？现在 CD 都卖不出去，黑胶卖给谁呀？雷子知道这事吗？我的事干嘛让他知道啊？再说了，你俩不是狼狈为奸骗王小咪一家的吗？哪有闲工夫管我呀？什么叫骗啊？我这叫成功帮他打入亲人内部。你俩就没想过，万一漏气了怎么收场？ 我怎么办？跟我什么关系？他非要怎么干，对吧？关键是狗咬狗咬。哎，咱先别说狗咬狗一嘴毛，咱说说穿帮的事儿啊。为了你家雷早日有效当上爹，他让你别去酒吧了。他怕王家人再去暗访容易穿帮，所以让我告诉你，最近别去酒吧了。他让你来通知我。啊。 他让你来通知我，他说要做戏，咱就做全套，怕你搅了他的好事儿。得嘞，了然于胸。漏黑胶的事儿，咱再多考虑考虑啊，不是钱的问题。哎呀，这怎么才来呢？这还是中午饭吗？那我再挺一会儿，这都成晚饭了。行，我再出去兜一圈。啊，那你兜吧，你兜到晚上当宵夜了，给我拿回来。等我兜一圈到宵夜的点儿，我就把它当宵夜吃。那时候那面都凉了，那还能吃吗？那对胃不好。 这小孩小，你这都不懂得养生。你吃不吃？你快放那儿吧，一会儿行啊，扔了也浪费。我把吃了吧，这挺好。你还别说，你爸这面做的还真不错。你爸有没有什么不会的事儿？我爸除了生孩子，其他都会。比你怎么样？ 这孩子，那怎么能拿我和你爸比呢？这就叫人在屋檐下，心悦诚服了吧？服，服了。哎，不进去啊？进去啊？ 人还没走呢，啊，好像是啊。装。你中午回来给他送饭的时候，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一副特别讨好的样子。那会不会晚上等睡觉的时候他就走了？演。我真跟他说了，只能在我们家待一宿，他知道。哦，你真跟人说只能待一宿啊？啊，说了。你怎么说的？ 我就是说了，他睡着的时候你说的。兄弟，我媳妇说啊，你只能在我们家住一宿，知道不？下午从找地儿去啊。 真服了你了，你还要留他多久啊？不是我要留他多久，他现在出去真的是有危险。好，你还要保护他多久？不能这会儿上来就把人赶走了，给我留点面子嘛。好，我不催你，行吧？也不能让你在人面前没面子。但是他在这儿，我真住不了。王大山。 这现实版的一仆二主我陪不了，我还没到您那个岁月静好，啊，德艺双馨的段位，我走，再修炼修炼。等他什么时候离开，我什么时候回，行吧？这总不算不给你面子吧？没为难你吧？去哪儿啊？去我妈那儿。我陪你。 这回我真忘不了你，王小妮。嗯，你是自由的，这是立场问题。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留下来。嗯，哎，回来了，啊，小咪也回来了，啊，都回来了，嗯，喝点茶吧。人家这一来，你们就走，你让人家怎么想啊？我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，王大山，你对他的仁义啊。 真没必要当着我的面儿，你懂的。别拦着我。那个，我上我妈那儿去一趟，她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过去看看她。坐啊。 路上小心点啊！嗯啊，嗯，注意安全啊！走了，身上给妈带好啊！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！啊，行，慢点，嗯，走了都啊！我丈母娘觉得自个儿不舒服，实际上就是求关怀，想让他们娘俩过去住两天。 哎呀，哥呀，是不是因为我呀？是不是我在你这住着，人都走了？你瞎敏感啥呀？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踏实住着。那要是因为我，那我你能啥呀？明明白白的住着。我是你大哥，那我就得管着你。哎。 咱们住酒店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现在上你姥姥家，你姥姥能睡得着啊？再说了，我不想看你姥姥那张不嫌事儿大的脸。那能不能不住快捷？ 必须万豪。行。出息。哎，你就沙发上凑合一下啊！哎，行。哥，你看我这来了，弄得你这妻离子散的，不好意思。假招子啊！ 赶紧洗洗刷刷睡。来，嗯，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晚上没吃饭，肚里没食儿，睡不着。啊，我是忘了给你带吃的回来了。你想吃啥呀？够不够啊？不够，咱下一包。嗯，够了，哥。你这方便面我也吃不多。 哎，我不能往这边拐，来，啊，你有车头往里扎，扎那边往里倒啊。得嘞，就嫌你能。停好了车，咱妈还好吧？ 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没带着小咪咪去咱妈那儿？没去。哎，王大山，我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带着小咪离家出走，都没去咱妈那儿，去哪儿了？要你管？罗晴过分了，你带着闺女离家出走，问你去哪儿还不告诉我，还我管不着？我告诉你，王大山，那人不走。 这家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咱是一家人，咱最亲了，那好好说行不行？那人要是不走，你们俩最亲，你们俩才是一家人。你跟他过去吧，啊！出去。挂不上吧？那我也不帮你。 哎哎哎，不是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呀？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，我一会儿上去就让他走人的，我不允许一个外星人天天霸占我们老王家的房子，让我跟我妈无地自容的流浪。走着说，一会儿上楼，你看我眼色行事，我只要叫你名字，你就打电话报警。我不是让你真报警啊，咱就是吓唬吓唬他，他在外头也有危险。你说万一警察真来了，咱跟他斗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吗？啊，叫你名字，报警，摔杯为号。不是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 没有啊，就这样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哎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这昨晚上没头没脑的给我打一电话，问小晴跟妮子是不是去我那儿了？我今儿早上一看，俩人还真没来。 我告诉你，当时那电视里正好播一案子，一男的，哎呦，对他老婆下那狠手，就是而且这人吧，嘿，他还贼喊捉贼，自个儿报案去了。我当时一想，我女婿会不会？哦，没事，我刚才一看这不在那儿呢，没事儿。啊，我给你下碗面去啊。不吃，我刚吃过饭。哎，过来，我跟你聊两句。来，过来。 是呀，高老师，嗯，高老师，嗯，这咋了？快扶起来，来，哎，快坐下，坐下。没事儿，刚才就在家里啊，把客厅、厨房打扫打扫。 啊！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厕所还没打扫完，我先打扫一下。哎，你别打扫了，你坐着吧。谁让你干这个的呀？你脸怎么这么白呀？我低血糖，我以前也低血糖，刚才就是突然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眼前一黑。你们回来了，把我叫醒了，没事，我吃2块糖就行了。咱家有没有糖啊？糖啊，爸爸糖，我们家有爸爸糖那个。一会儿上楼，看我眼色行事。我只要叫你名字，你就打电话报警。我不是让你真报警啊，咱就是吓唬吓唬他。这个是我爸买的做早餐用的，你先垫点。行。哎呀。 挺好的，你给我倒点水来。哦，倒点温的啊。啊。刚才啊，我本来想进去，在门口一看那脸嘟噜的跟长白山似的，我一瞧我别进去了，进去再给我黑喽出来。不是你们家哪儿又漏了？没有。嗯。 我给柯雷姐家里住。你要搬走啊？我干嘛搬走啊？不是，那你这干嘛呢？换岗呢？这是？没这事儿了嘛？你，我先接家住段时间，事儿过去了，我再给他送走。啊、哦，小晴是为这事儿，那是没法高兴。成吧，待会儿我先上你们家，我先看看那位爷，他还真好意思住这儿的。 楼情证，您是不是也给个章程啊？这章程可不好给。哎，我得动动脑子，这个，嗯。那您一会儿去家正好，我还没给他送饭呢，我下碗面，你给他带回去啊。你还给他？哎呦，我真服了你，活雷锋啊你是！嗯。你吃完好点了吧？哎呀，好多了。 没事了。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嗯，怎么着啊？人家孩子回家还得跟你打个招呼，这地方你说了算了。姥姥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我回来一趟，对不起啊，忘了提前跟你打招呼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怎么样啊？在这儿住的还舒服吗？啊，还行啊，就是睡沙发腰有点疼。 嗯，那也得凑合。嗯，是主卧不能让你睡，那不敢去。嗯，大山给你做的面，赶紧趁热吃。那等会儿吧，等您走了我再吃。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打算住这儿了。听着这么别扭啊，这话说。你们俩上那路口，那不是卖糖炒栗子呢？去买两斤去，你妈爱吃。现在？明天？可不现在嘛。 走了，姥姥。嗯，好。你吃吧。哎，这屏幕怎么也关了？ 不至于吧？这谁会拿破产开玩笑啊？这一天得多少万利润？这也太顺理成章了吧？喂，妈，今儿怎么个打法呀？说一回就完了啊！你想什么呢？姥姥家见。好吧。你请我吃个饭吧。 牛排、披萨、汉堡也行。哥回来了，啊啊！准确度非常关键。咦，何老师？我看电视呢。陈大爷，你把答案给同学们说一下。你把我家咋了？啊？没咋的。我下午收拾了一下，简单收拾收拾。哎呀，你收拾的？我收拾的。 小咪和姥姥回来之前，我就收拾完了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盐城，了解它真正的样。高三，那个快，把咱们酒吧服务员叫几个过来，然后给我这打扫打扫卫生。快！哎，都弄干净了啊！10分钟到。 真没想到啊！一个大老板还能干活呢，跑我们家就变田螺姑娘了啊！哎呀，哥呀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一大老爷们儿，这怎么还成田螺姑娘了？呀，害羞了。哎，我今儿肉卤的不错，尝尝。嗯，对了，哥，今儿下午小咪回来了。小咪回来了，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 跟陈木回来取东西，没隔多久，老太太就回来了。啊，这家呀，就住着你们仨，磕头碰脸的，免不了聊会儿天儿，是吧？我呀，就是建议你，跟我女婿呢聊天就聊聊闺女，跟闺女聊天呢，你就聊聊我女婿，别的就。 甭聊了，没必要。明白。嗯，你这个人呐，算是能说会道，哈，各方面能力也都强。我女婿呢，他是一个老实忠厚，但是心地特别善良的人。你就说你这事儿，搁谁能做到他这样？啊，我都活到这岁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没见过。 这么处理问题的人，你就说他这心眼儿多善良，多柔软呢、啊？是，山哥真是善良。是，怕我挨揍，给我锁了好几天了，在屋里锁好几天了，没下楼了。这不是为了帮助你吗？可能是分寸感上有点问题，是吧？这也都可以理解。是我这不是来给你解决了吗？ 钥匙，这就给你卸下来。但是你可记住了啊，拿着这钥匙出了这家门，把门给我锁好了，别回头这家再让人给抄了。姥姥啊，这在古时候都不拜菩萨，这得拜您，活菩萨。这王梅回来都说啥了？啊？我一个外人跟我说啥呀？都没正眼看我就。 姥姥回来说啥了？姥姥就是说让小咪去买糖炒栗子，说罗晴喜欢吃，没待一会儿就走了。闺女，回来连我问都不问一下，嗯？都到家了也不知道过去看我一眼，我让罗强给教坏了。哥，要不然我就走吧，我这实在待不了了。 原本不也就说待1天吗？你看我都待这么多天了，弄得你这家破，哎呀，家徒不是，反正就你看家里人都回不来，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。难过啥呀？踏踏实实在那待着啊！咱俩别的不说，这仁义礼智信，搁我王大山这儿是根本。哎，我听你的。 倒上，倒上。别喊了，你憋疯了吧？大清早8点让我给你出海，还喝酒。我中午得赶回去，中午王大山回去给我送饭，不能让他看出来我跑了。哎，演不下去就别演了，演什么呀演？这一家四口怎么样啊？挺好，住的挺好，主要是三口，我和王大山带孩子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发现这房子呀，越小越好，聚人气。我那个房子太大。 我不发表意见啊！你再住住又有新的感悟了啊！哎呀，每天不让你出门，你干什么呀？做家务，扫地、擦地、打扫厕所，现在什么家务都会了。劳动锻炼啊！你演的这个都破产的人，他们家对你跟以前一样不一样啊？没有，挺好。尤其是我现在有钥匙了，出入自由。 生活的更好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一朝一夕的，日久见人心啊！我猜不出他们家也不知道盲盒有什么惊喜，你自个儿再住住看吧啊！来，美美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好长时间没联系了，瞒着她呗。我跟她说，让她别担心。 可以呀，哇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括弧 x 加 y 的平方，那个时候啊。那谁是 x， 谁是 y， 谁又是平方呀？爱谁谁，乌龟怕铁锤。哎，行啊，有点天赋啊！瞎抡两杆啊！来，小蜜，快！ 这刘大爷还记着不？啊，记得。哟，小蜜都长这么大了啊，大姑娘了，没礼貌叫人啊！我分开叫，一起叫。这是刘大爷，那是李老师。大爷好，老师好。小蜜，大学毕业了吧？啊，准备答辩了。来，看看我这个球进步啊！嗯，完事之后准备去哪？ 美国还是欧洲啊？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中国待着。啊，不出去啊？嗯，太可惜了。你怎么也得出去见见世面啊！甭管是留学，还是文化交流，必须得去见见世面。你天天跟你爸你妈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出去看看，我倒是同意，毕竟长见识。 但是我觉得，要是像娜娜姐姐那样的，一出去就不回来了，那可不太好。您说您这个岁数，想念闺女呢见不着，想帮着带孙子呢也见不着。您这个年要再生一个吧，我觉得也不是不行，那就是没精力养。您要是再生一个呢，回头呢您这孙子呢比您孩子还大，俩人见到以后不对付怎么办呀？哦，对了。 您闺女不回来了是吧？瞧我这姓曹的！大爷，您跟老师加油啊！爸，我饿了，咱走吧。啊，你不再挥两杆了？我不会。那我带孩子先回去了啊！啊，跟大爷再见。大爷再见。谢谢你送我这杆啊，拿它练球挺好。 这孩子，净嫌大爷不爱听说，说这话爸都爱听啊。这球好像跟咱也没啥关系，我觉得我是打不好。我给你买个保护套，把它保护起来。嗯，这拿回去留个纪念吧，啊，算是你刘大爷给我的。嗯。爸。 嗯，我跟娜娜姐不一样，嗯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缠着你。行，缠着啊，不缠都不行啊。嗯，说好了，说好了。嗯，多少天都不出来，你这买的啥呀？这有点多吧？零食，回去吃的。呦，老蜜回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 哎，慌慌张张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这不让跑啊？你谁呀？我咋没见过你呢？客人，你找谁呀？你说你找谁？大姐，不用去这儿了吗？免费试吃，要尝尝吗？吃吃吃，看、啊、特别好。那多不好意思呀、啊！尝尝呗。这么多零食啊！这里都有什么呀？全都是免费试吃的吗？品种倒是挺全的。说话呀！酸的甜的呀，看起来挺好。哎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东西都不要了？哟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 楼下的，你怎么穿着鞋就敢往这躺啊？你不嫌脏啊？换鞋去！越来越没规矩。你站住！你上完厕所洗手了吗？嗯，这么大的孩子了，那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事儿还不明白吗？ 那电视上怎么说的？病从口入，新冠怎么得的？我洗了，要不你闻闻？我闻什么？是不是没冲水？换鞋去。哼，我不仅仅是没换鞋，我回来也没洗手，刚回来。哎呀！ 妈，最近咱姥姥家陪你姥姥呢啊，咱家就咱仨人。哦，哥，我有个想法，你看，咱家就咱仨啊，罗晴也不回来了，我能不能不睡客厅了？你不睡客厅，你睡哪儿啊？我睡你那儿，咱俩睡一屋。我在。 客厅里头，小咪出来进去的不方便。我那屋就一张床。哎呀，哥，你想多了，我在底下脚底下打个地铺，我不上床。嗯。睡觉打呼噜。哎呀，那我睡觉安静的就像一只小猫一样。嗯。哥，你打不打呼噜？最近没听着自个儿打呼噜，应该就不打。嗯。 那就不打。不是谁说自己从来不打呼噜？ 啊！跟我成心是不是？哎哎哎哎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！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七只羊。三只羊，四只羊，15只羊，16只羊。那还起这么早啊？你睡挺好啊，啊，还可以啊。你不是睡里边打地铺吗？怎么又跑这沙发上了？不是自个儿说的嘛，进进出出的，碍事儿啊。不是昨天谁跟我说他睡觉不打呼噜的？你这一晚上呼噜打的跟电钻似的。我做梦梦见我睡工地了，不可能啊！不会啊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打呼噜了？我就想到了，你不承认。来来来，你打呼噜声我都给你录下来了，你听听。 骄傲的风，你停在哪里啊？吹散了我青春的那些花。故事总在快枯萎才发芽。那小伙伴追上了他的他。 明天的人总会经过的啊，若带不走，不如将心留下。吹着晚风，看满天的星空，心里的他或许会出现啊。 满天的星空，心里的他或许会出现啊。吹着晚风，看满天的星空，心里的他或许会出现啊。